哎呀，我想了一天晚上，我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。哎呀，搞这个上去。哎呀，醒醒目目，这下有着落了。哎呀，哎，白老师，收破烂。白老师，什么？收破烂？收啊，我收几十年破烂，你不懂我呀？哎呀，我这里有一袋。什么的？那个瓶子，空瓶子，送给你了。多少钱？哎呀，不用钱了。哎，一码归一码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没有零钱。是这样的，我有个事情想求下你。有什么事情？哎呀，你知道啦，我们村个个都找到女朋友，现在我大飞也三十好几了，我想找个女朋友，就是你平常时见多识广，各个村都去收垃圾，应该也认识有那些年轻的女孩子没有成家的那种吧？认识，我倒是认识有，但是看见你哥叫家境的话，可能被人一道爬腿就跑啊！哎，今天不同往日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你过来，张大你的狗眼啊，不是张大你的眼睛，看清楚。哎呀，讲话其实。哎呀，师叔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家要拆迁了。拆了？是啊。拆住哪里？哎呀，真的是没有文化，真可怕。我跟你说，拆迁了，我们这里要建那个飞机场、高铁站，然后呢，我家这么大，补贴几百万的，有这回事？是啊。不信的话你去打听打听，我还会骗你吗？如果确实拆啊，有补贴的话，家里有钱，有可能有人跟你，不然的话，你看整天好吃懒做在家里的话，确实没人到这里都跑了。我也不是好吃懒做啊，我也刚有几亩田，也养有几头猪，只是运气不好找不到而已，我也是勤勤奋奋的人。到什么时候拆啦？快了，应该下个月就拆了啊。所以说你见有那些年轻有为的那些女孩子啊，给我介绍一个过来。那好吧，我见有我就介绍过来啊。啊，那多谢你了。我也没空，我现在回去了，到时候少不了你好处。明天还是后天啊？啊，现在天差不多还有，我要回家了啊。啊，好，那慢走啊。好，再见。啊，慢走。这白头是，哎呀，估计真的是有女孩子介绍给我。哎呀，回家等着吧。到了。这哪里啊？这个房东叫大飞。大飞。长得胖，长得胖嘟嘟的，看你人挺踏实的。现在你看那个房子好像穷一点，但是呢，过段时间拆了。他说能补几百万，几百万。对，你在做穷家庭的话，少走很多弯路，明白了吧？以后有钱了、建房时建新房，不用你动手，用手指指就那里，就那里就可以了。不然你家要没有有房子那种啊，又很辛苦的。但是呢，等下我叫他出来呢。你不要认我老爸先，好吧？不认你老爸？哎，你当时平时我叫媒介绍你过来就行了啊。行吧，我听你的，老爸。记住了啊。啊。大飞，大飞，哎，出来一下。哎，师叔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今天我不说破烂了，我百忙之当中。我带那个美女过来。哎呀，大爷，太感谢你了。大爷二十多了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，进来聊吧。来来来，好，美女美女，进来进来来。哎呀，谢谢啊。啊，不用谢。哎呀，管得用。来来来，进来坐。是是是，不客气啊。哎呀，不用客气啊。来，喝点水啊。大飞。哎，我们相识之间就不短了。哎，不知道啊，
以为你穷，现在一瞬间可就变为百万富翁了，哈哈。哎呀，就算是百万富翁，我们也要勤俭持家，是不是？不然的话，像是那些暴发户，得了那个钱的话，大手大脚花，始终是会没有的。所以说，我想找一个农村的，就是比较务实一点点，能帮我把持这个家就可以了。这个姑娘够老实了吧？很朴实，我一眼的话，我就有点感觉了。她叫三妹。啊，三妹啊，这个年轻仔叫大飞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我叫大飞，我今年31。我叫三妹，今年27。哦，27也相差也不是很大啊，差两年不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嗨，那你现在是从广东回来了？对呀。哦，这样子啊，我平常时呢，我在家呢，啊，养养猪，还有拉拉摸的，这样子维持生活。不过呢，现在我们村马上要拆了，所以说我想赶紧找个老婆。如果说这个月内能完成那个婚事的话，上面说补贴多一份钱。我主要是我父母去了早，剩下我自己一个人了。所以说啊，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到时候的话，政府那边呢补贴多一份钱过来。真的有这回事？是啊。这样啊，村长都跟我们说了。哦，那这样就把这件事落实吧。哎呀，那主要是看这个美女愿不愿意，是不是？美女现在看见了，家境也不是很好，但是拆迁以后呢，有那个补贴晚下来呢，生活应该是过得去。刚才我跟你说了，就少走一点弯路啊。我听你的。听我的，那这样我们加个微信吧。好吧。但是结婚呢，就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啊。我当长辈呢，通过都不干扰太多了。大概计时呢，讲到这里，微信也加了。我实话对你说吧，这个姑娘啊，是我女儿。你女儿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有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早应该介绍过来了。哎，感觉到我都没有漂亮女人，我也不丑啊。竟然是你女人，那就好办了。这样吧，我们边吃饭边聊，我已经做好饭了。好嘞，好嘞，来，一起去吃饭啊。你来，来来来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还没拆呀？之前不是说要拆迁吗？我现在都两个小孩了，怎么还没拆呀？我走进村里面，哥哥都说我傻，嫁来这里，不会是骗我了吧？那么久了还没拆，哎呀，老婆，你去哪里呀？去哪里？你家之前说拆，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拆？都生了两个小孩了，还没拆？那也不是，没办法吗？这几年都是那个口罩问题，那个拆迁队都进不来。可是人我进村里面，人家都说我傻，嫁给你，说我被骗了。没有的事情，老婆。还没有了，我不管你了，我要走了。过段时间就拆了，过段时间就拆了，放心啦。哎，过段时间，一年要拖一年，一年要拖一年，我拖不下去了，我不跟你耗下去了。我不管你了，要走了。老婆，你听我说什么？没走好吧？怎么了？你还怎么了？哎，老爸，大伟。老爸，你欺负我女儿呀？我没有，没有，人家哭哭啼啼。你都知道我一直对你女儿都是很好的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是这样的，他说一直不拆。什么原因？但是他家说拆迁拆迁，可是到现在都没拆。小孩都生了两个了，老爸，早知道我当初就不听你话了。那。到底什么时候拆？老丈人，我这样跟你说吧，这个拆字是我自己写上去的。你自己写的？
是啊。你怎么这样子啊？都怪我，你看，我也是想了，我想疯了，所以说看见村里面个个都有女朋友，都有老婆了，我就回来就想了个办法。那你也不能这样子啊！你这种的欺骗行为，你没猜都没猜，你这样写，欺骗我女儿，连我都欺骗了，知道吗？老爸，对不起，这样的。我这几年我也勤勤恳恳，我也对三妹好，是不是？我也努力的去拉摸的，也养了几十头猪，现在也种了点砂糖橘。我也很努力的改变，是不是？我又不是说天天好吃懒做的。女儿，算了，本身我们农村人，我们家里同桌一样差不多条件，啊，不拆就不拆，就努力工作。有饭吃就行了呗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小孩都那么大了，读书了，以后小孩长大了，生活慢慢的过得去了，不一定要多富有，要名牌穿得好，坐豪车，实在在家里种田，天天见面也是挺好的，好吧？你不要怪老爸，大飞对你也不错，算了吧，好吧？看在两个小孩要分上，老婆别走了，好不好？平时生活过不去，老爸也帮补一点，好不好？以后我不会骗你了，真的不会骗你了。现在就把他放掉。你以后不要骗我了。知道了。再骗我的话，我要带着女儿走了，我不跟你过了。好了，不吵了，不吵了，好吧？回去，来，师傅，回去吧。老爸，真的是对不起了。哎呀，这些年，哎呀，我也是挺努力的。谢谢你的信任。那拿点水果给小朋友吧。来，进来吃饭先吧。我也不信了。来，水果。生活过不去，如果有什么困难，跟我说，我也帮你点，好吧？谢谢了。那你对我女儿一定要一心一意啊。好的。吃了饭先啊。来，你回家吃吧。